平女的返校志工服务队，就是主要就是毕业生组成的，然后我是第二届的会长。对，然后因为我们自己是本身平女毕业的，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就可能学校体制内啊，可能或是我们的资源少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就是海马回的用意就是可以就帮助学妹很多。最一开始有海马回的动机是什么？还是因为觉得平女缺少一种东西，然后那种东西是每一个学生毕业之后都需要具备的能力跟想法，但是在平女没有，于是我们想要让这个东西呈现出来，然后海马回就这样形成。海马回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吧，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是对就是学校有热忱的，就是对于就是平女，就是还有就是喜欢平女的人就会回来，对，就是希望就是学校变得更好。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是志工服务组织，可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不只是走对学校，然后也是对屏东啊，或者对整个台湾世界都可以做一点改变的，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第一届的誓师大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当我要上台的时候，我讲了我的梦想，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梦想，然后我没有想到在那个会后，就是有很多人传讯息告诉我说，他在我讲梦想的时候他哭了，因为我们彼此的梦想一样。所以你的梦想是什么？改变世界。我觉得学校像海马回就是一个最基本，就是最微小的起点。然后可是我可以从就是平女做起，然后到屏东啊，到台湾，就付出我就是学习付出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在这一年，就是因为海马回去跟外界接触，我就发现屏东很多很好有很好理念的地方，而且都是屏东人就是出去发展之后再回来回屏东的，所以我现在很喜欢屏东。现在的屏东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现在它需要一个更好的载体，因为已经开始有很好的元素跟我觉得就像这个城市的小吧，我觉得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些元素，然后这些元素需要有一个包含适合他们的温床吧，就是一个环境。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李喜相。我喜相，我是阿红。嘿，你好，嘉喜对。嘉喜 Homie 是什么所在？空间里面提供了很多东西设备，然后希望在屏东可以是一个实体的连接。我目前其实第一年主要我们办了比较定期的活动是南艺讲堂，那主要其实那时候的概念，现在的概念就是说希望透过大量的活动，包含一次一次每个月的议题导入不同的声音进来，有点像是去想要去撞击一下，把很多的声音放进来，我们其实听到那些故事就会有所想象。那第二年其实我们要的是目标设定在一个持平营运的模式，所以在第二年把一楼的展览空间改变成一个咖啡厅，然后导入 VLAN， 然后还有二楼的空间从没有开放到开放。那目前也不断在思考说如何让整栋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要让大家都在这里的，然后它是非常开放的。这又是什么地方呢？这是办活动，
大活动的空间，然后加上这黄色是之前那个屏东好时光展览的场地，所以其实 HOMI 它每一层楼它都有复合性的功能。我觉得我们乱了一年多，手感有了，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好。对，这也是找进大家来这边，想要做一些讨论跟交流的部分。像我们在推荐他最近那个游泳池那边，孔庙附近那边会拆，对，其实我那时候都一直觉得说，其实没有必要拆。你像，其实，在高雄，他最近不是有推一个什么？在这几年其实有很多青年返乡啊，那回来我们其实就觉得。我觉得一个实体空间很重要，因为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做讨论啊，或者是在这里面做很多的交流或互动。大家可能在屏东常常听到的小布生活，因为他们做了一本刊物，所以慢慢的也透过刊物的媒介，让大家用不同的角度，每一季都去谈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屏东。那小草大树的部分就是在屏东扮演着办理活动的市集的角色。那我觉得一个城市其实持续性的活动也很重要，因为其实活动某些程度代表着一种热度。对，然后就是我们近期的一些活动，有讲座，然后像我们的空间，还有像有 Fab Lab 啊、咖啡厅都可以来做。你们等下在这边表演吗？哇，街头潮 party 收潮。你好潮哦！潮！你的头发看起来超潮的啊！
嘛？把选员丢了，让大家站着看表演。什么东西？让大家站着看表演。应该要站着看表演。对对对，这个很奇怪啊，大家站着看表演。好，需要桌子，好，那我们去跟协管商去借，然后他们就是每一个那边的摊位的伙伴，他们想要变成他们什么样子，他们就会去自己去制成一个，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要做比较的话，就比较像是你就是说今天是你想要赚钱还是你想要好玩，然后像手手市集。可以让就是每个市集伙伴都活得下去，就是说哦，大家都赚到钱还这样的。然后现在我们小大叔有可能就是有时候，市集伙伴可能当天整天卖不到几件东西，是这个窘境也是可能会发生。但是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会尝试努力去改变，就比方说偶尔也一次在像在新冠三月，然后很多人，然后很多客群，然后这样走。然后偶尔我们也会就是找自己喜欢的地方，然后自己摆，然后玩，唱歌，然后干嘛做个小表演，就是在好玩跟在赚钱中间，我们会就是开始会去摸索。讲哦，对，可是不行吗？可以啊，就是可是我们刚开始聚在一起也是很难得的缘分，对。然后创立小布生活的学姐呢，刚开始就是也是只是想要做一本刊物，然后因为她很喜欢写东西，对，然后她就跟另外一个伙伴成立这样的团队，然后后来陆续加入了很多人。然后我们写的刊物逐渐被就是屏东人吧，这里的人看到，对，所以才有了之后很多意外的惊喜。可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群工作。我一开始来会创办小布生活，是因为一开始想要尝试编辑的工作，跟想要拥有一个梦幻团队，所以那时候规划的时候。对，那时候规划的时候只有规划出版一年，然后就四期，就跟着四季出版。然后因为只规划一年，原因是因为隔年就是今年还有别的计划，所以就先出版一年看看。然后没想到出版，这一年里面陆陆续续有一些地方
就是地方的人开始注意到小布生活，然后很希望他可以持续下去，所以才觉得自己不能这么自私，就一年之后就把它收起来，所以就找对这本刊物有热忱，然后又有能力的伙伴来接。因为我不太知道以前的流程是怎么样，所以我是有想过铁路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写。它现在我们屏东那个铁路不是在高架化嘛，然后你会看到像我们屏东车站后面已经开始盖那个就是钢构的那个新的车站，所以我就想说，就是这样子的改变对于屏东来说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去就是。就对于铁路交通这件事情的改变，我们去做它的原有的味道，或是怀念，就是我们先定住这些，然后像采访稿或是采访问题是分配给不同人下去写的，对，就是怀旧就是怀念以前，说比如说什么铁路，然后什么都甘蔗杯。议会讲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第四期的刊物，小布生活和小草大树一起合作的。哇！热腾腾的新杂志。他们那一摊，而且哦，冒我柜头前一打。以后还有机会啊！你有知道什么你要报给他们知道？他们也是在做 Orange 的啦。嗯，那边有很多。2-3间，这个有三间。怎么样，主编？觉得感觉如何？变好厚哦，就是跟之前比起来。所以，亲爱的议会，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我们现在要去把刊物放到车日走光。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提到这家店，然后我们要送一本，对，两本给春日走光的老板，然后一本放在店里面。OK。然后顺便有机会放30本左右在春日走光。OK， 好的。你好，亲爱的。我是我的新任主编，我们送一本刊物给你。就是我们第四期是跟小草大树合作，然后内容就是关于屏东的一些吃喝玩乐都有，然后有分不同区，有很多区，例如，什么像这里啊，青岛街区。那你们写完下一期要写什么？还在构思。你这一期把所有东西写完了。啊，下一期可以做我们的专访。我刚才想说，你搭吗？你怎么切掉？你切不掉了？可以吧？切不掉。我们那个大哥也是很轻松。这个空间，你当初规划这个空间，它就是一个，可以提供人家。不管是要做一些平面的艺术品的一个介绍，或者是一些活动策划，其实它就是一个空白的平台，让所有的人可以喜欢这个空间的，然后或者是对他有一些梦想、有一些理想想要陈述的，他们就可以跟我们借这个场地，然后他们去分享他们所信仰的东西。会有基本，因为我们毕业展会有一个，我有准备150公分、90公分的那个画面，然后那是几号？那算几号？算是300，大概有50号以上，对，就已经有6张了。然后，对，然后我还有画，在于做这一件，他们觉得你没有在玩吗？怕你是说哦，是不是两个有钱的人啊？啊，在那边你那些冲他毁，他们就可能觉得我们在闹在玩，然后好像又有个样子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哦，原来钱不是拿去打水漂、哦，就这样。这一间店其实算一个实验室的性质，让我们去实验这个市场的风向，实验我们的。像学院里面学到的是不是真的可以用，
还是市场有一些潜规则，它是实验的性质为主。当然，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品牌去做经营，它不是单纯的餐厅。所以以后你可能会看到全手包在卖家具，在卖食品，在卖那位，都有可能。那、啊、只是我们以品牌的概念，以连锁餐厅经营的概念导入现在的这种景观复合式餐厅，然后又把艺文的元素放在这间餐厅里。当然，我们有可能希望的话是慢慢的去拓展分店，不管在屏东市或者是在外县市。可是这个我们还是要一步步的去做，也不能说我可能我相对我的做法可能是比较保守型的，因为我必须要先验证说，哎，餐厅的这个模式，这样子的产品，这样子的气氛氛围感觉，是不是被市场所接受的。有趣，就是外面是店面的，就是在骑楼卖，但是一般人家骑楼就是感觉就是现在摆摆，对，哦，就好像那个说的台式面包家乡的那个那种有趣，可是我们是，我们等于是把那个像欧式的面包嘛，也让它可以，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就是。疗愈系烘焙，疗愈系烘焙，温暖人心的疗愈系烘焙。今天有人才问我说：“啊，你餐厅开好了，干嘛跑来做面包？”那你怎么回答他？他说：“那个，我对烘焙业还有遗憾。以前那个师傅都会做新的面包啊。”然后我们小姐问他说，每次都不写品名，然后就进来问师傅说：“塞，你看哪在包上？”然后师傅就会很没不客气说：“包干净啊！”包干净。所以我现在都跟学徒这样讲。就那时候真的还蛮神奇的，就是我们支持一个活动叫逆风少年，就很神奇的是，逆风少年老师认识萧家古厝的理事长。萧家古厝理事长在引荐我们给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然后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在给我们打枪打了四次之后，我写了四本企划之后，终于在第五本的时候就接纳我们的企划，还要让我们在老屋那边开店。觉得屏东它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它不像别的县市那么的素食。所以我是希望，如果在外地赚到钱的话，可以回来自己的家乡耕耘，让这一片土地被看见。墙上不是有那一句写的那一句话？今天是刚好没有拍它。什么话？就是老房子是一个城市的记忆跟灵魂。对。人是最美的风景。真的。你好，我家住屏东市。全世界最美的城市。嗯，哦，这也挺不错。那是杀戮之的那个语录啦。宗教领袖又，好煽情哦，你们好煽情哦。没有，这是被吾之言。我每次看那句话，我眼泪都要掉下来。真的吗？我现在要哭了，不要再录。哦，所以下午的摊位就是也会租给别人，是不是？对对对，地方有一个卖衣服，一个卖童装的饰品。所以我才说这里是百货公司，什么都有，童装也有，真的。你在哪做？应该说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念的是日文，然后那个时候我对日本的市集的文化很感兴趣，然后。
我就会想说，台湾有没有像是也有像日本这一种，就是市集方面的文化。然后后来是我第一次在台南有发现到说有一个市集，它叫手手，他们第一次办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老房子里面。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好酷哦，台湾也会有这样子的。然后从那一次开始，我就有想说要在市集里面一起做生意、一起玩的这个想法开始。然后我最先想到就是用我们家的口子下去做改造，因为我从小就接触很多这种服装方面的材料，我觉得很多这些小东西它都很漂亮，它都一个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东西，但是它融合了整个时代，它的美感都在一颗扣子里面，所以我就想要说，用这种扣子下去做饰品，短期间之内吗？应该也是继续就是发展自己的饰品的品牌，然后有想要多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衣服。想要下去做一些研发啦，然后去做一些比较有趣的衣服这样。其实应该说，大家是蛮卧虎藏龙的，我觉得是这样。屏东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谦虚，谦虚过头了。就是其实大家都很厉害，但是其实大家都说没有啦，其实我也没有多厉害啦，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其实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很不起眼的店里面，小店里面。都有一些很厉害的东西在那里，只是，可能屏东一直都没有一个平台或是什么的，没有让这些人可以直接的对外说，哦，我对我自己的东西很有自信，或者是我对我自己的东西啊，我一定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是屏东是比较没有这种平台，让人家直接可以去发挥，所以久而久之之后，就是大家都不太敢说自己去外面，然后去推销自己。你说他之前是在街头卖咖啡？对啊，我以前认识他。他们跟他另外一个伙伴，那个他以前那个伙伴是在已经离开屏东的啦。OK， 另外一个年轻人，那个脚踏车，小心哦。白天就天气开始有点转凉，九点就开始喝了，不小心。真的啊？阿 U 自我介绍一下。阿 U。自我介绍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没有啦，我是咖啡战士。对，在那个开一间店，说在装潢上要花多少钱？而是你能够真正经营出气氛，那才是关键。手冲咖啡。所以你觉得你对于这间店有什么样的看法？哦，我觉得它哦是那种悠游自在的，他想开店就开店，想到街头去打游击战就打游击战，真的好、哦。我告诉你，这种都算是高手级的人物，隐身在巷弄之中了。你叫他到荒郊野外，他一样可以做生意给你看。真的，真的。所以他很厉害。上课时间上班了。哎，这位小姐很眼熟哦。我是小布生活。对，你来干什么啊？你说啊，你说说啊。我来送小布生活的印章给柯晨。所以要把它放在自己刻的。怎么那么可爱？到拿去为我赢完一节。等一下，我对个焦。哦。为我赢艺术节。所以你除了放咖啡战士，你还要放其他地方吗？没有，他是要拿给柯晨。哦，就只有拿给曼南方嘛。对啊。OK OK。珍贵的一个。好的，好啦，那你路上小心。拜拜。拜拜。嗨，老哥。大家说老师好。哎。要上课了。嘿嘿。老师今天不用上课吗？不用上课，柯晨或柯柯，因为之前网络用语就会有一个柯柯，所以大家都叫我柯柯。所以柯柯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学校教课。
的，这是我每天上班必经的路线。哦，是啊、哦。所以我看到这路线，我就想睡觉。对，今天早上很早起来弄一些礼拜六要布展的东西。布什么展？布2014魏武营玩艺节。对，我们受邀请去参加一个静态展览。还有最重要的是，曼芳在做一件事叫连接，连接屏东在地一些人，所以我也跟小布生活、小草啊、后面他们要了一些东西，一起带过去。反正就是一个公开的空间，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越来越多，那能发展的事情当然也是有它的空间在。我觉得屏东还是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还没有被看到一个城市，那机会是在，可是目前要回来，我觉得就是要自己去创造一下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把这个城市的生活变得更丰富一点，需要更多的朋友回来加入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个地方炒热一点。那这个地方其实也已经有很多人在这边努力，然后也正做着好玩的事情，可能之后会有更不一样，更适合我们这边居住和生活，所以应该我们也会朝这个方向前进吧。我其实对屏东的看法，我都常举例说，我觉得它很像是一棵树，那我把它定位你的家乡，它是给你就是跟整个土壤，我觉得它是一个看起来没有起眼，甚至于它在土底下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就是最关键的。哦，我说过了，土地休耕够久，养分就充足啊。以前就一直都在休耕嘛，没人注意它、啊。但是这块土地很肥沃，我说的，快是竞争力哈、哦，那慢是超能力。那现在这个地方是培养年轻人超能力的地方。如果你想要拥有超能力，就来吧。假设现在观众就是在外地的屏东人，你会想要跟这些人说什么？在屏东，虽然我念念出过，我是小布生活，不过小布生活可以带你们认识屏东。记得更了解生活当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等待你们摸索。刚刚在等待。为什么笑成这样 ？Why？ 为什么要回来屏东呢 ？Why？ 因为所以现在应该好好看屏东。那你觉得你喜欢屏东吗？为什么？屏东那个就是充满了土味，然后还有土味价廉，然后其实并不，其实并不乡下，还蛮繁荣的地方。我觉得屏东是一个，可能在我在这个地方，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悠闲，它很慢，事情都很慢，对，然后你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心态想要去跟一个人做竞争。德，你喜欢屏东吗？当然喜欢啦。再讲一次，好，假装我是外国人。我有看屏东，没有，因为你看起来真的很太不像那个，你太没有那个摇滚乐手的态度了，你看起来太亲民。自己也要想起屏东这个美好的地方，因为我们还有两个人还在，然后我们会继续把大家的梦想试着推远一点，能推多远就有多远。